这里呢，就是市委镇。中国古代称市委呢，叫做蒙古市委。所以呢，很多国内的蒙古学者呢，认为“蒙古”这个词的来源就是蒙古，也就是来自蒙古市委这个蒙古。所以把蒙古市委呢，作为蒙古族起源的源头。但实际上呢，那个市委呢是跟契丹一起，是东胡的一支。当时东胡兴起之后，分成两部分，南边的叫契丹，北边的叫市委。然后又有一种学说呢，市委呢是丁零族的一支，
而丁灵族最早呢是活跃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游牧民族。看来这个小镇是前方100米左转，开发的比较商业的一个小镇，比较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建筑，小屋子什么的，看上去还不错。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蒙兀侍卫呢是汉族文献里边最早出现跟蒙古相关的词汇，所以很多的那个汉学家呢会认为，蒙古族族源是来自于蒙兀侍卫。这一点实际上很多的外国的学者其实并不认同，只是汉族学者呢根据我们的汉族的史料呢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推断。那么说到侍卫这一个民族呢，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东胡。
所谓的东湖呢，其实呢是早在汉朝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东北中国的东北方了。我们所知道的熟悉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么指的这个湖呢就是东湖。东湖后来呢被匈奴所歼灭，然后呢分成两支，一支叫做鲜卑，一支叫做乌桓。后来被汉化，而鲜卑呢慢慢做大之后呢，曾经一度统治了中国北方。后来鲜卑又衰落下去之后，又分化成三支，一支叫做契丹，一支叫做士韦，一支叫做库莫西。士韦呢有很多很多的部落，其中一支呢叫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蒙古士韦。国内的东湖史并不多，我这里找到的林干先生写的一本东湖史，里边呢会详细的讲述了东湖的发展，包括了柔然，包括了鲜卑，包括了后边的契丹等等。但林干先生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并不能认同，他的一些史料的一些引用呢，我也觉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直接引用了蒙古秘史，就已经断定说是蒙古族是从额尔古纳地区迁往肯特山，但实际上并没有考证过。就像我们这次旅行，我们马上会去到的额尔古纳地区，我们去看一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质地貌，什么样的一种风土人情。所以呢我也许会更推荐另外一本书，是一个日本学者的一本书，他叫杉山证明，他写了一本叫做草原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和元。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一个丛书，是讲中国的中国的整个的历史的。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它虽然是并没有深入的去分析什么问题，但是呢它非常清晰的为我们揭示了整个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变迁。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是值得一读的。那么杉山证明呢，他还他是一个研究蒙古史的一个学者，那么他还曾经出过很多很多的蒙古族的书籍。那么我这里呢也同样推荐，比如说这一本蒙古帝国的兴亡。那么这一本书呢是介绍整个蒙古帝国从兴到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另外一本呢是蒙古颠覆世界史，那么它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蒙古族崛起之后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所以这几本书呢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